坐在宝座上，头戴着尊贵冠冕，你坐王到永远，来尊崇赞美耶稣生儿子，从天降下被定十字架，神羔羊配得，神羔羊配得，感谢你无比大爱，感谢你顶横双手，宝血洗净我污秽，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。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，头戴着尊贵冠冕，你坐王到永远，降下被钉十字架，神羔羊配得，神羔羊配得，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，头戴着尊贵冠冕，你坐王到永远，来尊崇赞美耶稣生儿子，从天降下被钉十字架，神羔羊配得，神羔羊配得，神羔羊配得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舍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血为我而流，宝贵是加上一句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的自由，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我夫妇敬拜你，为虚假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
流，宝贵是家乡，天永留，是我完全的自由。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我夫妇敬拜你。宝贵是家的救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我夫妇敬拜你。宝贵是家的救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2020年已经过半，在这看似黑暗令人恐惧的时候，我们更要选择紧紧跟随我们的神。极难之中我们回转向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的应许是我们的曙光，你爱你的百姓。请在电视机前看直播的会众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你的救恩。照似乎不见光，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，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祷告，你百姓在这里祈求。心绪是我们盼望，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，你闭睁眼看，侧耳听祷告，这百姓是你所爱的。之中我们回转向你，你是主，承认你是主，求你转移步伐，你的怜怒，你是主，你是救我们的主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就退去，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，求地就退去，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，求地就退去，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。
起低头来祷告。亲阿爸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在这周日真的是把我们聚集到你的殿中，虽然我们在家里面不能到你的殿里面来，但是我们的心一直是真的是同在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真的是来一起来感恩你对我们的救恩，你的恩典，也求你真的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健康喜乐都交托在你的手上，同时你也教导我们真的是要到那需要我们的地方去，真的是你差遣我们真把你的信息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差遣我，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，带希望入人群中。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，将温暖带入世界。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，带希望入人群中。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，将温暖带入世界。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亲爱的恩主，每一个主日的聚会不只是我们敬拜主的聚会，不只是我们聆听主话语的聚会，也是一个我们